花园街无情大火，九死34伤，街坊我都不知点。昨日花园街四级大火酿成九死34伤，成为回归后本港最严重的火灾。经过火灾洗礼之后，今日花园街依然被封锁，消防员、警员都有前来作进一步的调查。有市民一早到嚟现场，放下鲜花悼念死难者。传媒亦都驻守现场作最新的消息采访。围观的市民和街坊都一脸无奈。哦，我啱啱到嘅。哦，即系你唔系住呢度嘅？系系，我都唔答复你啊！惊都惊过啦。你会唔会？其实咧，会唔会担心自己附近嗰啲屋都会即系有呢啲情况呢？你唔系我，我答你唔到呢啲嘢。啊、你自己咪本身住附近噶？有呢度啲鋪頭度做，唔係。哦，你喺鋪頭度做嘅，咁而家你有冇話點樣安排咧？唔知，未知。咁啊，即係停工先噶咯，而家。啊？即係嗰邊咧，冇特別安排，冇話啲咩。未啊，未知啊，啲未有開會知啊，而家準備開會睇下點樣幫治